是我旅行的第207天了，今天我们准备去钓鱼。这人家钓鱼不好一点啊？那天我们是不是吃这个鱼？哇，好大个！看你孩子。哎，这鱼好。小鱼。别跑了！不是，抓手这玩意儿。刚才弄了一个。没扎，没扎到嘴里去。扎了，我搬起来。赶紧养起来！就这玩意儿啊！真不卖！五个，我看他们钩是这种小的，你那个钩太大了。谁才能下去啊？人家钩都在一块儿的。没办法，我。咱今天晚上去买钩吧，这里可以钓到鱼，确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高了。
今天有没有晚餐就看他今天能不能钓到鱼了。准备甩出去了，甩呀！嘣嘣嘣嘣嘣嘣！哎，还挺远的。钓着了，老鱼是不是因为饵没有人家打？你看人家打个三角形的锥，好大个饵。时光，一条鱼也没钓着，鱼是一条没钓着，线又卡住了，上来了，换地方吧，这里太容易卡了，石头太多了。而且这个地方正好是急流的地方，去那边，我觉得去那边，那边应该好一点。鱼是一条没钓着，咱又是来回的折腾椅子，还是回去吧。这个地方风太大了，换地方，换地方，还是换回来。懒办法，他把鱼叉插这个钢筋里面。这个人家是钓鱼，他好不容易把钩拽出来了呀，钩没了，就是一个铅坠在那里了。别人钓鱼，他钓钩，啥也没钓到，打道回府，钓了个寂寞。哎呀，改天是不是得去学习一下如何钓鱼呀？我还指着以后在海边住着的话，每天能钓一条鱼，晚餐解决了。现在是啥也没钓着。回去了，海风太冷了。